好，来讲一下这两天炒很大的事件哦，闪现预购，闪现预购，然后客人钱付了，现在点卡涨了，现在说不送了，所以送礼商说不送了，要退费。好，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以我自己的角度，绝对是送礼商的问题。好，但是消费者也很难维权。好，是什么原因？我们看，后面再跟你们讲。既然你是商家，你先跟客户收钱，承诺说闪现出的时候要交货，对不对？那然后在闪现出的时候，你的理由是什么？没有理由了，所以无法出货。要等当天的下午或晚上补货，但是要卖你九二折，不接受就退款。我们不是说好八六折吗？我们说好八六折，你说没货了，然后后来说有货的时候要卖你九二折，怪怪的吧？我感觉起来是怪怪的啦，感觉起来就怪，你不是没货啊，你有货。你有货，只是现在上涨了，你不想卖，所以你说没货。你没有便宜的货，你有贵的货，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价格涨了，你不卖没关系啊，你不卖没关系，但是之前承诺的单你要处理完啊。你现在不接，或是你要卖九五折、九八折、一百折，都是你的事情啊，对不对？那没有人说上涨了就不卖，那我之前一两个月前付给你钱，是给你免费贷款吗？应该没有人这么好心给你免费贷款吧？我们之间的承诺是我给钱，两个月后交货，对不对？你本来就要给我比较便宜的折数啊，不然我干嘛提前一个月前，提前一个月两个月把钱给你？你本来就要给我便宜，我才买的啊，本来就要给我便宜我才买的啊，这不是合理的事情吗？你本来就应该给我便宜，所以我才提前给货，这叫预购嘛？不然我当天直接买不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提前一两个月给你钱？我钱太多，放口袋会痒还是会痛哦，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消费者维权的部分哦。之所以我一开始说很难维权，是因为大部分这类交易都是简单的对话嘛，也没有明确的合约或者是文字对话内容上面写说，哎，有违约金或者是无法如期交货有什么法则？没有吧？应该没有。好，我看起来就算去民事求偿，也很有可能只是赔你 5% 的年利息哦。5% 年利息有多少？假设你等了两个月。付了10000元的货款，10000元的货款，你只能得到大概80几块的利息，等于说你去打了。好，我接下来讲，而且告民事是要花钱的。我印象中哈，10万元以下要付1000元才能够提告，10万元你要付1000元才能告他，你懂吗？所以他赔的时候赔你80几块，你要付1000多块才能够告他哦。民事是这样子。好，那绝对不会有人去走这个又麻烦又花时间的这个诉讼过程哦。好，那这个东西只能说是商家自己砸招牌，我只能这么说。他既然也不是跑路，他没有跑路，他还想要继续做，他想要继续做，但是他不想要给货，他想要卖更高的价钱，我就觉得他在自砸招牌。之前我们前几部影片不是有讲说送礼商拿了钱然后跑路了吗？你跑路，我还能够明白他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他没有，他就是拿了钱要捐款跑嘛，对不对？那你要继续做，你又不想给货，那你不就是单纯自砸自己的招牌吗？就我把这把招下来，然后砸一砸，这种感觉。就算现在点卡94折、95折，你送86折，说真的没有亏多少，对不对？两万点嘛，对不对？两万点，三个月回2670点，94折、86折，其实你打平而已啊，或亏一点点。我看起来是打平啦，打平或亏一点点。而已啊，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亏啊，你没有什么亏啊。这件事出，而且重点是这件事出了之后，那些信任他、原先信任他的好客户，为什么我讲信任的客户？因为信任你才敢把钱放在你这边一阵子，才取货嘛，对不对？这些客人绝对都流失掉了。你他妈这次搞这出，谁还敢下次跟你？谁还敢跟你买啊？送礼不是只有你一件啊？你这些老客户哦，这些老客户都流失掉了，赚的绝对比你，绝对比你，你少赚的金额绝对比你亏的金额多很多啊！你根本就没什么亏，我算起来就是94送86，就亏那么一点点，或者是没亏。你只是不想要先垫那三个月而已啦，我自己感觉是这样，根本就没亏啊，根本就没亏。你自己这件事情出了之后，你把自己招牌砸了，除非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新手，否则你自己招牌都砸了，还有客人会愿意来消费吗？有，但是会减少，对吧？你赚的也会减少，对吧？好，
我讲一下，如果是我们这边的做法，虽然我自己没有在做送礼，我先澄清，我不是说自己要自抬自己哦，自己要我要卖送礼，所以我要做送，我要下面讲这些干，我只是很单纯的，我表达我自己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我没有做送礼，我在说虽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有合作的送礼，但是我现在目前就是没有做送礼。好，那如果说我这边的做法，我就算开八折，一定是全送。而且我在预购的收款的时候，我就会说明，就会说明，除非是橘子那天没有出闪炫，他就没出啊，所以我没办法交货。就是除非这个原因的情况下，除非这条原因的情况下，否则我应该要罚我如果没办法如期交货，应该我要罚款多少违约金？譬如说总金额的 20%， 好，总金额的 20%， 15%， 20%， 其实你只要有这定这个违约金。他一定会交货啊！说真的，他9986折跟92折才差 0.06， 才差 6% 而已。我现在违约金是罚 20%，6% 跟 20% 他会怎么选？对不对？ 6% 跟 20% 差了三倍多哎！他你只要有这条违约金，他就一定会送，一定得送，对不对？他宁可赔 6% 也不会赔 20% 吧？不会有人神经病这样子吧？这样子你就不会说去民事求偿之后还求偿无门哦，就等于说他只赔你80块的利息，像我刚刚讲的，跟白痴一样，谁会去告？就是想说算了，就退款拿一拿就算了，没办法，只是会骂而已啊。我骂归骂，但是我拿你没办法，我只能这么说，消费者就是这样啊。你一开始没有那个，你没有找到正确的卖家，你基本上你愿意去跑这个诉讼吗？80块，付1000块，回80块，你愿意吗？然后再跑这个诉讼，你愿意吗？没有人愿意了。那我之前一直在说，我们团队一直有想要找这个，会有想要找送礼商体量不错的送礼商去合作，但是我只能说，因为我们这边也会对他们做一些制约啦，不可能说让他拿了客人的钱，然后我们做担保，不可能啊，不可能，我又不是有病，他到时候卷了100-200万跑了，我不是要赔100-200万，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下，可能就是我们这边会对他们做一些制约。譬如说，客人的钱是先到我们这，然后我们才给他，他货给的时候我们才给他，这种概念，就让他说不会有他卷款跑的风险，你懂我意思吗？不然我拿我自己的商誉、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脸，各位敢出来露脸的商家有吗？风之谷应该没有几个啦，没有几个啦，大部分都是躲在荧幕后面那样子那种，然后。捐款跑啦，就你也不知道他长怎样，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有一张游戏角色的照片，你甚至根本就没有他的资料啊，你连卖家的资料都没有啊，他们只有买家验证，卖家没有验证啊，这个东西合理，因为卖家对1000个人，对2000个人，不可能他给1-2千个人资料，一定是买家要把那个资料给卖家，因为他怕收到的款是赃款，这个东西我非常能够谅解，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商家本来就是在这里的啊，消费者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甚至他不是消费者，他可能就是来用赃款那个到用到你账户里面的人，所以很麻烦，这东西就只能这样子，没有别的方法，你要要求卖家跟你验证也不太可能，除非你一次买200万，每一次买100万、50万这种金额，那可能可以跟你验证，否则几千块、10000块。2万块，我觉得这种金额都很难跟你验证，真的太难了。好，那反正总而言之啦，就是如果是我们这边处理的话，绝对不会有让客户说这种求偿无门或者是无法如期交货的这种担忧哦。说真的，我提早付钱就是为了什么？要便宜一点嘛？提早付钱就是为了要便宜一点啊。我一直强调说服务，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赚的钱全部都赚两个字，就叫服务，对不对？两个字就叫服务。我们没有要做产品嘛，对不对？每个人的闪圈都长一样嘛，每个人的轮回都长一样嘛，每个人的燃烧都长一样嘛，每个人的装备都长一样嘛，就是它的数值就是固定，就是那种样子嘛，对不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做产品线的，我们做的东西只有一个，叫做服务。你服务好，自然客人就多。对不对？服务好客人就多，因为东西都一样嘛，东西都一样，服务好客人就多啊，对不对？啊，我一直想要服务。那你要想，客人跟你预购是为什么？他要什么？他要便宜一点啊。
现在卖九折的送你，九一折的送你，九二折的送你。他之前跟你买，他可以买八六折，所以他跟你买，这不就是客人的用意吗？结果你现在跟他说不算，说好了不算，说好了八六折，九变九二折，不算。你之前给我的钱退款，我现在卖九二折，不算，不合理，不完全不合理，不合逻辑啊。好，那我只能讲到这边了。我讲事情。一向不讲人名，好，一向不讲人名。我们针对事情做讨论，好，我们针对事情做讨论。我不想要去诋毁别人什么，我也不想要怎么样。我只讲这件事情。假设这件事情发生了，假设这件事情发生了，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好，那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或者我有什么没有讲到的事情，你们可以补充，或者是双方交易的时候可以做更好的地方哦。我觉得我都可以做一些。参考跟学习的，因为我觉得消费者给的反馈跟你们商家有时候会不太，跟我们商家有时候会不太。你认为你提供的东西很好啊，消费者觉得说他还想要，他想要的东西不是这个，就是他想要别的那种东西，就是所以我觉得双方需要有一个这种回馈跟沟通的一个地方哦。那我的评论区，我的留言区就是很好，你们讲这些。消费者的一些心声嘛，因为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消费者嘛，当然商家也可以讲商家的这个一些建议啦，或者什么消费者也可以给消费者的一些建议，就是双方彼此交易的时候可以做到更好的地方哦。好，那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的话，就留言区见。好，那影片就到这边啦，拜拜。